你要多少钱？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那孩子的爸爸？我们有名，我绝对不可能让他娶那个丫头。要么我们离婚吧。回国的日期应该要提早一些。等白代表一回国，就让你们马上结婚。现在你有后悔的事情了吧？这样就行了。也许下次见面时，我们已经成为家人了。去堕胎！你这个女人居然敢！还不把手放开！我不会拿掉小孩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《贵妇的战争》。